Alright, today I'm going to try and finish Minna's Island, so let's meet up everyone over here. Should trigger the quest.大家都睡醒了吧？莫娜刚才说，有重要的事要宣布。君临幽夜净土后，晨曦初绽之时，确实令本皇女心旷神怡。小姐的意思是，她已经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了。我们也睡饱吃饱了哦。嗯，那我就直说了。 刚才我用水毡盘看过，有一处新的幻境，已经在那边的岛屿上汇聚成型。而且，如果直觉没错的话，应该与我有关。这次是莫娜呀，之前几个幻境莫娜都陪着我们去了，这回轮到我们去你那里看看了。没什么好看的。梅吉司徒四情，您是在不好意思吗？ 不不，怎么会呢？我才不担心大家看见过于寒城的幻境，从而对我这个人产生偏见呢。都说出来了。其实，大家一般都会觉得占星术士很超凡脱俗，对吧？我担心，万一我的幻境不是那样。本皇女可没有再期待那种愚昧无比的事。我也没有。 倒不是不对你抱有期待了，但我认为莫娜你本来就是个亲切善良的人，不需要伪装。怀抱平常心的人，其幻境也会呈现出相应的亲切。对呀，再说我们去莫娜的幻境也不只是观光旅游，还有别的目的吧？这样啊，那就好，只要你们别太期待，我就不紧张了。好，那出发吧。 下一项工作是。 Oh no, these are the. These I already did. So I don't need to do those again. I still got to deal with the Fatui. I don't know what the Fatui I need to do. 水毡盘上显示，我们已经到幻境了。嗯，先找入口。 会不会是那边那个？这看起来好像是个水池，不会是要游泳进去吧？哦，难道？ 我们之中有旱鸭子，我倒觉得问题可能不在这里。<笑>有人害怕了是吗？那好吧，就由我来打头阵。<笑>开始了，他对游泳很自信，所以开始炫耀了。<咳>小姐，注意措辞。啊哦哦，先走一步。 跳进池子里消失了，我们也快跟上去。 Actually, they could have animated the diving. I guess the idea is just how they do the diving. I mean, they all have diving animations anyway. I have the wrong team here. 好宏伟的建筑！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喂，莫娜，你的幻境太厉害了吧！ 虽然比起幽夜净土还是寒碜了一些，但也不错哦，梅吉斯图斯琴。太好了，幸好不是什么被老太婆训坏的课堂，面子算是保住了。天才占星术士的幻境，当然得气派了。接下来。
开始搜索吧。做些什么好呢？欲买桂花同载酒。哇，打开了。我那边有颗星星。哦，跑掉了，我们也跟上去。一直以来，占星术都是我引以为傲的事物。我自己的声音，咦，这难道是？我深信这门学科的价值，也坚信通过占星，我们就能窥见万物的运行规则。
居然是我的自言自语。人们得知我会占卜，纷纷向我提问。我失踪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人究竟爱不爱我？我能康复吗？真诚的我将结果如实告知他们。诚实会招来厌恶，可我无法对崇高的占星术说谎。占星术就是骗人的，别开玩笑了。我想静一静，能请你马上出去吗？他们失落的表情变成了刺向我的利刃。我猜到了，却还是很难过，犹如坠落深渊。So supposed to be not being by the stars. Oh, I thought I was collecting them. You said.Assuming just by standing still, I can already picture not being hit by every single star anyway.没祭司徒四群，这太让人难过了。别安慰我，我会很尴尬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你需要拥抱吗？不要了，这些是我以前的感悟，那时我才刚接触占星术没多久，现在可是老手了，不会再被凡人的意见撼动。真令人意外，宫廷大法师梅吉斯图斯青也有混得很差的阶段呢。被人误解的生活一定很难熬，你能释怀真是太好了。其实真有人因为受不了这些忍痛放弃了占星术，但我是天才嘛，肯定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在这么宏伟漂亮的地方说这种话格外有魄力啊。很好很好，再多夸一点。那个，无意叨扰各位的雅兴，不过那边有扇门哦。好吧，等解决这一带的问题再给你们机会使劲夸我。There's no hidden chests.周围变了，这里不是我们出发前的海滩。看起来
应该是蒙德的山地。难道说我们被送到蒙德了？但周围还是无垠之海呢，周围应该有刚才那样可供进入的水池。在这边。啊，不能直接进入。水面上好像浮现出什么东西了。这是画吗？还是……似乎在提示某个地点。是希望本皇女带领大家前往那里呢。怎么又是你带队了？算了，谁带都行，总之先把这个地方找出来吧。安如磐石，别想逃开哦。棒棒炸弹，报应看破。地下会不会埋着更多宝箱呢？弹起来吧。聚收并蓄，在这儿哟。棒棒炸弹，嘿，啦啦啦。Main story has certain locks, the main that you have access to. Yeah! 安如磐石。哟呼！
上，快跟上去。占星术令真实彻底显现，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没关系，碰壁也是占星术修行的一环吧。我必须更强大，才能学着说服他们。在山上遇见了陌生的冒险家，他和我一样是来摘野果的，还分了我一些作为报答。我应他的要求帮他占卜，结果令人恐惧。我劝他尽快放弃冒险，否则不出两年就会丧命。他沉默了，意外的他没有怀疑我占卜的可信度，只是表现得十分为难。就算是这样，我也要继续前进，冒险家可不能害怕困难呀。这样说着，他又提起登山包向山顶进发了。不过这件事始终在我脑海里抹都抹不掉，为什么呢？哇，又出来了。莫娜，那个冒险家真的死了吗？我只见过他一次，至今有三年多，所以他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就没有一点他还活着，只是你算错的可能吗？遇到坏事就全然拒绝，遇到好事就深信不疑，这样的事不能被称为占卜，只能算作为日常娱乐，当然没关系啦。但我学的是一门没有谎言的学问，否定我自己的结论是在亵渎占星术。残酷但也真实，命运确实是这样的东西。平时我可不说这种话，但既然提到了，还是希望大家别把占星术跟街边小摊小贩的那些抽签活动混为一谈。我们研究星象绝不是为了让谁听了奉承高兴一整天，占星术士是为了验证真实，见证世界之理而存在的。所以我说占星术士就是个招人讨厌的职业啊，很伟大跟惹人厌完全不冲突嘛。为何突然这般吵闹？如也不是那么不值得结交的人呢。小姐的意思是很高兴和您成为朋友。不是啦，我没那么说吧。奥兹，你怎么回事？越来越喜欢假传我的旨意了。哎呀哎呀，为什么呢？难道是我太担心小姐得罪好朋友，特意时时刻刻挽回吗？我见识没那么广，只认识你一个占星术士，不过你给我的感觉很好哦，完全不讨人厌，随便向别人打听秘密，又把不喜欢的结果随手丢弃，那些人自己才要反思一下，命运可不是那么便宜的东西啊。如果命运是三言两语便能回避的东西，人间就不会有别离之苦了。莫娜，
别往心里去。追逐本心，永不忘记正确之事。也没必要这样关怀我，我很强韧的。好吧，那谢谢大家了。听不清楚，请大声向本皇女献上你的崇敬与祝福。好了好了，殿下，比起斗嘴，您还是先去水池倒映出的新地点回收其他碎片吧，没有那个我们可进不去幻境啊。唯有小姐您锐利的目光才能锁定秘密。唉，既然如此，好吧好吧，本皇女就移驾海滩。走了，莫娜。来了。若金汤，哒哒哒，已经无处遁逃。It seems I need the earth trap for this one. 又回到这里了呢，感觉故事还没说完，继续探险。What?
星星。I mean, that's the wrong side.停在水边了，没有下去。哦，感觉像是在等待什么。
statue, as opposed to having some sort of picture. Strange puzzle. Assume that might be the hint that I'm looking for. I'm trying to clear that symbol. Star disappeared. No, are these platforms? And the staircases. Ah, is that what these are? These walkways. Yeah, they are.拒收并蓄。留意脚下。没想到这里还有一颗星星，刚才那只居然是在等他们。震天撼地，在这儿哟。迷坚不摧，脚下。
飞比跑快吧。
旅程总有一天会迎来终点，不必匆忙。欲买桂花同在，
为流通而造的船遇到港口也会停泊，所以璃月是一切财富沉淀的地方。Can't see the border. I hardly tell. I'll change to Klee because Klee's smaller, so hopefully she won't get hit as much. Hopefully she's trying to use her size to her advantage. Honestly, I just can't tell where she'll be standing.欲买桂花同载酒，
This is supposed to distract me from the chest that we're forcing. But I kind of feel that maybe this should be a bug. Maybe this is the infinite green ball possibly. Do this. I guess this is the reason I put the main thing here so you can get rid of this. This time of war.前阵tell this one is here, because the water's not showing me. What is that meant to be? Wind. I assume it's wind. Okay. So far, deal.
level this? Alright, so go in. Go back. I think I've done all the puzzles in this domain.先不催。Well, those domains puzzles are actually quite fun, depending on how you look at them. I mean, other than the astrology ones, I mean, that the reflection ones are quite nice. Isn't there a star missing?这 又是蒙德的房屋。怎么到我家了呀？你家？这是你家？哎呀，这可真没想到。我似乎听说梅基斯图斯请一直过着较为拮据的生活，可这栋住宅……地上这几本书有标签呢，孤品，仅售99万摩拉。哎，这边也有许多一看就很贵的精装书本。哇，这就是占星术士的房间吗？房间布设的十分精巧，这里一定不便宜。我说，我只是偶尔没有现金而已，又不真是穷光蛋。你不是吗？我还请你吃过饭，甚至带你去我家吃饭。小姐，措辞，措辞。汝蒙受圣恩，随本皇女进入幽夜净土王城中拜谒断罪之皇帝皇后，如此大事汝竟敢忘却？哦对，你妈妈做的炖肉和冷盘肉可好吃了。突然好想再吃一次。梅吉斯图斯琴，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So Muda's not poor, she just wastes her money on books. 是蒙德菜吗？我也想吃。听说蒙德有很多美食，尤其是肉菜。那也赐汝荣光，下回尔等可随本皇女一同面见父皇母后。真的？喂，我们也去吧。这么说来，好久没去朋友家串门，我也恭敬不如从命了。是不是应该提前准备伴手礼？那二位为人随和亲切，并不计较这些，诸位随意便好。去的话一定要吃那个冷盘肉，听说是他家的拿手好菜，非常美味。比起这些，是否应该先解决眼前的谜题呢？其实从进屋到现在，
我都很介意那个摆件。啊，对哦。Cheese and salad. This is the entrance to the house. Living room and private quarters. Is there something to touch? Something? Is there something to touch?占星术士能参透最深奥的星象，也因此不被允许傲慢。假如他们认为这门学问令自己强大到无所不能，反而会被星空放逐。从前的我是多么盲目，竟以为自己已经读懂宇宙间所有命运，或许是惩罚。迷途的我看不到任何星星了。你不应感到迷茫，若有一日你迷茫了，占星术也帮不了你。老太婆是这么说的。我们占星术士估算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在今天，这句话似乎有了别的意思。Or is it because I walked the wrong way? The star moved by itself before I moved. I 第一次明白，人们不总是照着灯塔的指引行进，即使前方黑暗又危险，他们也毅然扬帆远航。无法更改，不可违逆。正因如此，命运才是命运。我懂得事物运行的规则，窥视天地间的秘密，旁观就够了，没必要改变什么。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传说，也没有能拯救所有人的英雄。我要做的是抓住自己的命运。Wow. 如此辉煌的景色，该说不愧是天才占星术士吗？梅吉斯图斯奇，您真是幽夜净土有史以来最好的大法师。谢谢，但幽夜净土一共才多少年历史啊？星如宝钻，月似珍珠，这是我见过最浩瀚的星空。真漂亮，能拥有这种幻境，莫娜心中一定也藏着宽阔无际的星海吧。我在想，这一定就是我们在仰望的事物了。这片星空非常美丽，甚至可以说比我平时占卜看到的景象更绚烂。其中每一颗星都处在正确的位置上，这绝对是属于我的幻境。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这样的奇观。奇怪，为什么这样说？你们知道吗？提瓦特的星空非常奇妙，似乎隐藏了世间一切答案。我失踪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那个人究竟爱不爱我？我能康复吗？无论怎样的事，都会被记录在你命星的轨迹之中。而世界上那么多人里，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偏离轨道。代表你的心走在轨道上，意味着你将获得健康、幸福与安宁。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偏离了轨道，一切就会变得糟糕。所以，占卜结果中的星空绝不会是这样。星星们时而迷路，时而坠落。我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幸福，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在轨道上。为此，我提供建议，说出真相。我知道这些没用，人的命运都彰显在夜空中，我也只是其中之一，不可能改变什么。即使如此，在占星术之外，在昭示真实的话语之外，我仍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人必须活在真实的道路之上。可是，就当我不自量力好了，我仍期盼并相信着奇迹。这片广袤的星海中，有着你、我、他，乃至所有人的心。星与星需要多巧的概率才能相遇？这些相遇，是否就是命运中最为美妙的奇迹？我不知道。但提瓦特的星空里永远有你我的位置，哪怕占星术是绝对的理性，命运却是无常、残酷与浪漫。我想，我知道那些心中藏着什么了。现在，我将抓住自己的命运。Cutscene。呢？That said, though, this is very beautiful.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Miller's swaying hips, I'm actually talking about the domain itself. The sea's destiny. Oh, Raven's probably going to be kind of circles. So I'm not too sure what destiny I'm supposed to be seizing. Found you. Back outside. 有一只水晶制成的透明小鸟，漂亮又脆弱，能唱动人的歌。但平凡的人们看不到它，觉得那是骗术。世上怎么会有透明的鸟，又怎么会唱歌？鸟儿听完振翅飞了起来，越过海洋，翻过群山，一直来到夜空中，成为了星星。它的光辉异常夺目，足够照亮所有人。它允许所有看得见它的人跟随光芒穿越夜幕，循着星辰驶过海洋。淡于智慧，困于愚昧，他从不抱怨，这是他的命运。而引导人们看见命运，正是他的意义。回到这里了呢？意思是我们彻底离开幻境了？怪了，我的幻境里并没有那些关于愚人众和装置的线索。难道说这些事与他们无关？或者这些与我们有关的幻境本就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幻境并不是引导我们解开谜团的线索，而是单纯的结果。有人做了某些事使这些幻境诞生，它是被动产物，自然就无法提示我们什么了。倒不如说这些幻境只跟我们自己有关，纯粹而自我的结晶。各位，或许这件事应该回到原点。
最初登岛那天，我和旅行者一起调查了鱼人众的营地，那里有台古怪的装置，旁与我们交涉的研究员声称这台装置只是他们鱼人众的工业发明，并和我们约法三章，保证不会打扰我们。对对，那个戴帽子的胖子看起来像没睡醒一样，老说胡话。我在想，有没有可能陷入癫狂和产生幻境是装置导致的两种不同结果，而这一切确实也跟那台损坏的装置有关，但产生区别的不是装置，而是受影响的人群。啊，这么说来，梦与幻觉确实很难分辨。你的意思是，我们跟他们在某些地方不同，所以受影响的结果也不同。对。而根据这几日观察，我认为，我们和那些人的区别在于，我们都拥有更为顽强坚定的意志。哦，说得通。意志坚定的人不会陷入疯狂，所以只是产生幻觉。至于容易被击溃的人，就没法留下那么稳定的幻境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即刻返回鱼人众营地，摧毁那台装置。不，比起摧毁，更应该修复。小姐的意思是，贸然摧毁不明装置，或许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不如先想办法修复。嗯，小心驶得万年船。如果我猜的没错，那台装置很可能会对人脑产生影响，我们最好小心处理。那现在就过去吧，抓紧时间。Before I go, yeah, I'm gonna do that now. Let's find it right here. And then we'll continue the story because I need to complete the story. I've got 2 days left if I'm correct. Wait, what? I thought I was finding a domain. What was going on here?金汤，弹起来吧！奥义看破，休养生息，全都可以炸完，棒棒炸弹！啦啦啦！哈！咦！哼！哦！拒收并蓄，无处遁逃，别担心。安如磐石，微光无色，帮帮忙。嘿咻，火力全开。翻涌吧，嘿，休养生息。
聚收并蓄，此乃天道。弹起来吧！哎呀！灵力断绝！无处遁逃，帮帮忙！安如磐石，棒棒炸弹，偷偷火花。天动万象，微光无色。Then I did this with 2E stuff as well, as this with 2E has dropped some stuff and I need to return it. I wonder if I should use Ganyu and kill all those cranes, would that unlock the thing? There's still so many more puzzles to do on this island alone. So many chests here as well. I only just finished doing Fischl's one. Still got 5 chests undiscovered. I don't even really know. It's probably hidden that door that I haven't unlocked yet. Quickly finish this. Why does their one look different than mine? Did they destroy the device already? Is that the reason why? What's going on? Why are they so different? Hopefully I'm going to go back to the same way. Over there. There's a challenge over there. There's a fire challenge on the top.
don't know if that looking at this or why is everyone doing what they need to do? Right at the top here, so I can see there's a few puzzles I need to do still. I wonder if that's got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our lanterns. I know there's a big puzzle in the thing. Has he come? Have they gone back? I need them to go back so that we can get started on this.金汤，天理长驱。一决胜负，逆风而行。有大家在身边，上头就不会了。天动万象，巨收必去，往返自然。收起来吧。First, I've waited so long just for someone to start these.双面
回应我吧。一决胜负。冒险冒险，起舞吧，快散，我来保护大家。我快自然，决胜负。阴吹雪，失礼了。有大家在身边，伤口就不会痛。以剑为师，三，御风而行，收起来吧。请王妃。Apparently, I did a lot of damage. Alright, I haven't left this one in a while. Just need one more run, and that's it. Shop's all mine.疼疼疼，是哪里来的？So his best character is G. I thought we had Bennett. I didn't bring Bennett.劫难得啊，粉化！风之神，请指引我们。Stop there for today. Got so much stuff I still need to do in this gam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Bye bye.